而认识雅斯伯格症，而众所周知啊，民众党主席啊，台湾的啊，前台北市长柯文哲具有雅斯伯格症候群的特质。那么什么是雅斯伯格症啊？当然精确来讲，我们不能说啊，柯文哲有雅斯伯格症或者这个症候群，他没有检查。那可以怎么说呢？啊，事实上呢，他儿子有啊，他儿子啊检查过啊，是有雅斯伯格症，那个是没问题，他自己也承认。所以他们夫妻照顾儿子啊，也挺辛苦的。那另外可以说，柯文哲有雅斯伯格症的特质，可以的，他自己也承认嘛啊，但是他自己也说他没有去检查过啊，所以他从小到大他自己也说啊，他有这个有这种特质啊，很多人也认为啊，他是医生嘛。当然不是精神科医生，但很多同业认为他有啊，但他没有去检查啊，也许检查之后也许真的有啊，也许只是巧合，不一定，但是一般认为他有这样的特质啊，所以我们不能说柯文哲就是雅斯伯格症的患者啊，这话是不对的，他有这种特质啊，他儿子是真的有雅斯伯格症。一般而言呢，雅斯伯格症啊通常有以下临床症状。我们一般讲精神病啊，不好听啊，我们讲精神官能症，有些就很严重啊，有些就不那么严重啊。当精神病啊或者精神官能症有很多种啊，其中一种叫做强迫症啊，强迫症啊，这就有一点啊，就强迫症又分很多种啊，雅斯伯格症也是强迫症的其中一个啊。所以有的精神科医生认为啊，这个强迫症啊，包括雅斯伯格症，并不是精神病啊，并不是，它只是一种症候群啊，一种症候，一种症状，就是异于常人啊。那有的就真的是有幻想啊、幻听啊，啊，对人有暴力啊，那种就比较严重啊。所以这种比较轻微啊，轻微的精神官能症啊，但是确实异于常人，而且很明显啊，就是跟一般人的反应啊。作为啊，想法不太一样，很容易就看出来。但外表那些看不出来啊，就是他一讲话，他的动作、讲话、他的想法就与众不同。所以一般啊，一般而言，雅斯伯格症啊，通常有以下的一些临床症状啊。这第一个就是啊，缺少，应该是这样的，缺少同理心啊，缺少同理心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好像就是说，一般啊，啊，譬如说，人家觉得很痛苦的事情，好像被长官骂啦，啊，或者是受伤啦，啊，或者是很紧张啊，受到什么伤害啊，就他比较没有同理心，就说他觉得这是很正常啊，那每一个人都有意外，每一个人都会。有伤心难过的时候，他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可是，一般人不知道，一般一定嘘寒问暖，哎呀，到底怎么回事啊？他也不是真的不关心你，而是说他不会表达出来，就说他表达出来好像不当一回事啊。所以给人的感觉就是，跟他相处说，我都已经受苦受难，你怎么一点都不同情啊？也没嘘寒问暖的啊的这个言语出来，就感觉上缺少同理心啊，同理心。但事实上他不一定啊，他也许他也有啊，只是他觉得这个很正常嘛，这没什么了不起啊，这个我也有啊，你也有，这个不需要讲啊。然后天真不恰当的行为啊，单向的反应，就是说有时候像小孩子一样，怎么说呢？有时候我们大人啊，有些话不好讲啊，比如看到一个很胖，那就觉得不要讲他胖嘛啊，或秃头不要讲嘛，不好听嘛。讲话不要得罪人，要社会化。可是雅斯伯格症啊，跟一些症候群的啊，精神官能症，他就我有话直说嘛，啊，要么我不要讲话嘛，我讲话在骗人嘛，他就说这你这秃头啊，你好胖啊，牙齿不整齐啊，眼睛一只大一只小啊，长短腿啊，你怎么那么穷啊？啊，他就觉得这，就是他认为是我没有贬损你，我只讲事实啊。那至于你觉得我贬损你，那是你的认为，我没有啊，我讲个事实啊，为什么事实不能讲啊？就是，但是我们一般就天真嘛，跟小孩子一样，小孩子都乱讲话，
啊，不是乱讲话，小孩子讲真话，大人啊不能这样讲啊，你我们家很大很漂亮啊，你到人家家是叔叔阿姨家，他家里比较小啊，设备比较简单，比较穷啊，你不能讲啊，不能讲这个小孩子就不管，我你家怎么那么小啊，我们家好大，你家怎么那么小啊，天真啊，而且不恰当的行为啊，就是他也是真的 啊他觉得想怎么样怎么样啊，比如说你动他你动到他，他马上给你抵挡回来。一般人可能说，哎，不好意思啊，你碰到我啦，怎么样啊？稍微转换一下啊，他就比较直接。哎，你干嘛推我？我推你，推回去啊。还单向的反应，哎，有时候不太理你啊。这种人好像你跟他讲什么，他讲他的啊，他不太理你的。他也不是没有听到你讲的话，而是一般会缓冲一下嘛。你讲什么话，他会反应。我们正常会反应，哦，你讲了什么话？大概怎么样？我在讲我的，他是省略掉。你讲什么，他听到。但他觉得我没什么反应啊，那我就不要反应啊，我在讲我的，就是都很天真啊，就是都是比较直白一点啊，然后缺乏交友能力啊，这个蛮明显的，因为这种人你都讲真话嘛，都讲大实话嘛，啊，有时候好听的也讲，不好听的也讲，就是大家朋友受不了，你怎么讲话那么直啊？啊，然后你怎么不关心我啊？你怎么没有同理心啊？这就缺乏交友能力。然后常常重复啊，学旧式的言辞啊，就是他强调啊哪些话，我觉得很重要，我怕你没听到，一直讲一讲，那有人觉得很烦呐、啊，你老是重复啊，但是他觉得我重复是因为你没有听懂啊，我要强调啊，也就是说这样的人他想他的啊，他有时候不太管你，因为语言能力无关的沟通障碍，就是说他表达没有问题，他可以表达，不是不会讲话，不是哑巴，他会讲，所以有时候会讲话。可是问题，你就觉得他跟我沟通有障碍，好像他讲的啊，我要是有不同意见，他也不理我啊。我讲什么东西呢？好像他有听没有懂，好像也不太想听，就沟通障碍。啊，对特定事物有强烈的兴趣啊，一般是对数字啊，对音乐啊，啊，对一些啊，有人喜欢汽车啊，有人喜欢旅游，他对就是说这样讲，就是他没兴趣，就完全真的完全没兴趣，一点兴趣都没有。他有兴趣啊，强烈的不得了，很执着啊。一般就一般一般嘛，这个有兴趣的就多一点嘛，没兴趣的稍微了解一下。但是雅斯伯格这里比较特殊，我没兴趣，我干嘛浪费时间？比如说你跟他聊天，你喜欢逛街，他不喜欢逛街啊，他喜欢听音乐啊，比如说这样。那你跟他讲逛街，他说完全掉头就走啊，很不耐烦呐 啊，所以。常觉得雅斯伯格症的不耐烦了、啊，他就觉得我没兴趣嘛，我干嘛浪费时间嘛，觉得很直白了、啊，感觉啊统合不协调，行动笨拙啊，姿势怪异啊，啊这个就比较特殊一点啊，就是说也是强迫症的一种，意思就怎么样，他就觉得有些动作啊，我比较舒服，啊可是一般人会觉得你好奇怪，怎么走两步退一步啊，怎么拿东西一定要摆固定的位置啊。啊，这个动作啊，也比较怪异。有时候这个啊，右转了，不知道怎么转，转了两三次又转右转了。像以前我认识一个，就是当然比较严重嘛、啊。我认识几个比较特殊，就是说他没办法离开房间，他本来是不能离开家，他一离开家，他浑身不对劲。啊，后来严重到他连客厅都不能去啊，只能在房间里。他一离开房间就没办法，强迫症。啊还有一个呢，就他没办法右转，他只能左转，或者有人只能左转不能右转，你说前面右转就右转，他不是，他要在前面怎么转，左转再左转啊，再转过去啊，这些就是他觉得舒服，也是强迫症啊，因为他做一个事情，他就是一般人无所谓，他就觉得我好难过好痛苦啊。一个东西固定摆第二个格子，他就觉得好难过，他一定要摆第一个。你摆第二个，你说摆第一个，摆第二个什么？他就觉得我很奇怪啊！我摆第二个位置，第二个格子，我就浑身不对劲啊！这个我就没办法做别的事情，我一定要把它摆在固定的位置啊！所以有些这个相关的人就，他毛巾啊、牙刷、啊、都要摆固定的地方，你们稍微把它移动一下，那不行，浑身不对劲。那为什么会被称为雅斯伯格症呢？在维也纳执业的一个小儿科医生啊，他叫雅斯伯格 ,Asperger, 1944年很早了就提出了啊，
在博士论文里面提出四个男孩啊，他们这个四个男孩在语言啊、社会和认知方面表现与众不同啊，与众不同就不正常嘛。但是他当时也没有用自己的名字啊，他另外取了自闭式，就自我封闭嘛，跟您讲你的我讲我的嘛，自闭式的精神异常。还到1981年啊，有一个女的啊，一个学者啊，在整理资料的时候啊，引用亚斯伯格症啊，就引用前面这医生啊，所以才取这个名字啊。他也在论文里面详述了一群孩子跟成人的特质啊，有些孩子幼年时候就患有典型的自闭症啊，但随着年龄增长啊，发展出就是语言能力没有问题啊，但是跟人互动啊有障碍。就这一族群的症状符合亚斯伯格医生的啊描述，所以他就取名亚斯伯格，名字这样过来。那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亚斯伯格症呢、啊，主要有三个啊特质啊或是特征啊，因为不同的学者啊、不同的医生啊都有不同的研究结果。那这三个特质啊，就比较啊口语化啊，好像讲的大家比较容易了解啊。一个啊，就是在人际互动上啊，第二个在言语沟通上，第三个在特殊行为上啊等等啊。所以人际互动上，眼神不太注视对方，你说这人就很奇怪了。你讲话嘛，你看着我看着你，当也不会说一直看嘛，但是大部分人看嘛，你一直都不看，就觉得你在想别的事啊，你不重视我啊，你没有在听啊。尤其大人跟小孩就骂，小孩子都不专心听啊，就说不尊重大人，没礼貌。他眼神不太看对方啊，那他就觉得我听到，我跟你讲话，我为什么要看着你？我就有听到啊，那我看旁边的花草树木，看旁边的电脑书什么的，我并不是我没有听，我有听到啊，就他不太管啊，一般的社会伦常，一般的人的习惯，就自闭症啊，都在自己世界当中，然后人际互动啊笨拙啊，就是有缺乏同理心等等因素，出现很多啊不适效的言行啊，就不适效。我说我最近生病啊，感冒啊，最近有人欠钱不还，没反应啊，不讲话，没反应。然后我秃头，你又说我秃头；我很胖，你又说我胖，都不是像，比较自我中心啊。他也不是自我中心，他就说我有话直说嘛。但是一般就觉得你自我中心，然后他也觉得你才奇怪。啊、你觉得那你亚斯伯格症，你是精神关联症异常的，不正常。所以他亚斯伯格就认为你才不正常，我有话直说，你们为什么讲话都要很虚伪啊啊，都要经过掩饰啊？为什么不能像我们有话就直说？我们也不是恶意啊，我们就有话直说啊，就想法不同。他无法察言观色，他也不是无法察言观色，他会啊，可是他觉得不重要，啊不重要啊，同理心很弱啊。所以有的时候碰到不管是各种精神病患，或者是精关联症啊，或者是强迫症啊、自闭症等等啊，就是有的时候你跟他沟通很累啊。可是有时候有些人啊，比如说医疗人员啊，或者是心理学家啊，或者是社工啊、社会工作，或者一般啊比较了解的，就比较好沟通。就是说你不要让他顺着你，你顺着他。啊，你进入他内心世界啊，他就跟你讲很多啊。我也认识一些亚斯伯格症或者自闭症的啊，一开始觉得很难搞，可是呢，你慢慢了解，就是你顺着他的兴趣在哪里，就是很简单嘛。他没兴趣你就少烧扯，他就觉得我没兴趣，你跟我讲这干嘛？他不喜欢电影，你跟他谈电影那没用，他就浪费时间啊。他喜欢汽车，就跟他聊汽车，哇，他话比谁都多啊，你讲的每句话都听得进去。很固定黏几个人啊，这种有啊，就是他信任你，他就黏着你；他不信任你，他觉得不了解你，不信任你，或者他觉得你很烦，老是讲他不喜欢听的啊，他就完全对你没兴趣啊。就我认识的一些也是这样啊，也是很黏着我啊。这个因为我讲他喜欢听的嘛啊，进入他那一世他就黏着我啊。但是有的亚斯伯格症，我对他不了解，没兴趣，我就没有特别加喜欢听的话，他也不理我。但又不懂得保持距离啊，有时有的亲疏不分，
刚认识就掏心掏肺，因为他就很实在嘛。他一开始就把每个人当好人嘛，啊，可是有的有时候很坏啊，有人对他没兴趣，哦，他觉得受伤害，哎，我把你当自己人，有没有把他当自己人啊？有的人就说，哦，我们都自己人了，就有时候掏心掏肺，因为这种人很真嘛，不讲假话嘛，把人都当好人嘛，啊，但是后来就发现有些不是那么回事了，也无法理解跟遵守社会常规啊，又不肯排队，好吧，游戏要照自己规则啊。而且他有他自己的想法，无法依照情境表现适当的社会行为，融入团体有困难。因为认为我就是我啊，为什么要团体？团体有十个人，那某个十个人每个想法不一样，你硬要凑成一个团体，硬要有个最大公约数，硬要有些规章，他觉得那这样不是很累吗？我们就做自己就好啊，为什么一定要有社会规范呢？那规范啊，十个人一个规范，那十个人十个个性一个规范，那不大家很累啊？他的想法是这样。言语沟通上，言语发展比典型自闭症快一点，有的自闭症不太会讲话，亚斯伯格症这个没有，讲话没有问题啊，讲话很正常啊，有的讲话连珠炮啊，缺陷这方面缺陷少，有时候发展特别好，一口金片子。像小学就要说些很高难度的事，因为他有兴趣嘛，他对那些有兴趣嘛，比如他对中国成语有兴趣，哦，那我们一般人讲不出成语，他可以讲一大堆啊，但无法与人们一来一往的自然聊天啊，因为聊到他没兴趣，他就不想聊了。啊，突然他又想到什么事情了，啊，突然他又讲你怎么样啊，他没有恶意，他对讲真话，他对不上，你就觉得对不上，因负面思考与自我中心特质啊，常说出啊惹人讨厌啊，也不是负面思考啦，他就说我就有话直说嘛，不管正面负面嘛，那正面负面是你认为嘛，那我就讲实话嘛，那你为什么认为我负面思考啊？就他的想法跟正常人不一样啊，就是社会化啊，比较弱啊。我们一般人从小的时候，小孩子啊，有话就直说嘛，慢慢大一点啊，大的就教他说，哦，有些话不能讲，然后慢慢工作到社会上，哦，这个长官脾气不好不能讲啊，那个女同事长得丑不能讲啊，那个能力很差不能讲，就慢慢就社会化嘛，就慢慢就变成讲好听了，要么就话很少，要么就不讲难听的话了啊。啊，这个亚斯伯格症常说出一些讨人厌啊，甚至刻薄恶毒的话语啊，你觉得你怎么讲话这么酸嘛？反正就是讲话特别直啊，一般直一点倒没什么关系了，这难免。讲话特别直，而且常常有些直到会伤人啊，就有可能有这个症状啊。啊，语言上的抽象类比跟连贯能力啊比较好，比较这方面能力上比较连贯不起来啊，他都是比较片面的啊，比较没办法那么抽象，因为他的兴趣就比较窄嘛，他兴趣就很窄啊，不广泛，也不懂隐喻啊，他也不想跟你扯那么多了，隐喻我就有话直说嘛，你还打个比方啊，你还用隐喻啊。他就觉得你讲话怎么兜圈子，你就直接告诉我嘛啊，就是说，比如说我这次升官不是我，你就说啊，这次不是你就好了嘛。我就听懂，你跟我讲了半天啊，你平常能力很好啊，啊，公司都很肯定你啊。那你说，那应该是我啊。然后讲了半天，我说啊，但是公司因为有什么考虑啊，或者另外一个高手啊，啊，公司后来决定怎么当，他就觉得你很烦了、啊，你跟我绕圈子干嘛？前面还。把我捧了半天，后面又说不是我，啊，他就觉得很累。与人对谈的时候，常滔滔不绝，说自己有兴趣啊的事物，啊，一般的认知和原能的中等范围啊，资优的比例啊也比自闭症高啊，所以亚斯伯格症里面天才很多，我们待会后面看。那特殊行为上面啊，他没有特殊啊或者固定固比较狭隘的嗜好啊。对事实性的科学啊，像数学、历史、天文跟事物、捷运、困难这些为一个范例来讲，非常有兴趣啊，有天分，就是他们比较专心啊，因为每一个专注度都有限嘛啊，每一个人就是啊都要注意嘛，家庭啊啊社会啦、啊、政治啊经济啊这个新闻啊啊就分散掉了，可是亚斯伯格症不一样。他没兴趣就完全没兴趣啊，有兴趣他专注啊，所以他有些东西他有兴趣，也不是说他一定就数学好历史好，不是，而是
他对没兴趣的他就不想花时间，有兴趣他拼命啊，这个连续搞了几个小时都可以啊，所以他在有兴趣的方面啊，天分就很高。有的雅思伯格这数学很烂的，有的数学很好啊，有的历史很好，有的不好，就看他的兴趣在哪里啊。其他没有兴趣事物很难引起他们的动机啊。生活习惯上啊，这个固着程度就是比较执着了，就走固定路线回家，就奇怪。你说有时候啊，这边人挤嘛，这边塞车，你就走别的路啊？这不要，我就走这，我习惯，因为我有安全感，我也不想搞那么复杂，反正也到得了家啊。我不赶时间，我今天这边堵车，我顶多花多花一二十分，我不想赶。到卖场去就非得买冰淇淋不可啊！这举个例子啊，我就喜欢吃嘛。啊，你说你也可以吃饼干啊，吃糖果，我就喜欢吃冰淇淋啊，我干嘛吃别的啊？他知觉系统非常灵敏啊，噪音稍微大一点就受不了，就他觉得被干扰到了。只吃某些味道食物啊，好恶与道德感非常强烈啊。他就认为，因为他没有灰色的嘛，啊，不是好就是不是善就是恶嘛，不是黑就是白嘛。我们一般的灰色嘛，灰色的嘛，我们一般的容忍度比较高嘛，他们就比较是一分为二，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啊，错了就错了，对就对了。所以有时候在想，如果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雅思伯格症，也不一定不好啊，只是说我们一般社会化啊，就是变得是灰色的啊，停车绝对不能超过啊，但是雅思伯格症就是说他们，很守法。啊，当然，他也觉得好的法律啊，就是他很重视他的底线啊，他不会超过啊。如果停车啊，他觉得啊超过白线一点点，他觉得违法。如果他认同是违法，他完全不超过啊，就是循规蹈矩啊，他就是谨守底线啊。妈妈换发型，然后抓狂啊，他就觉得就是好，就是这固定嘛，你干嘛变啊？所以一般觉得怪怪的。那自称啊，或者被高度怀疑的雅思伯格症病人，因为很多人他没有就诊，或者就诊以后资料也没公布，而有些是外界怀疑他，有些自己说啊我有啊这样子。像柯文哲他没有检查过啊，可能有，或者也许只是雷同啊，其实并没有啊，但是一般认为他去检查应该是有啊，但他儿子确实有啊。所以台北前任市长啊，前台大医院了。这个重症加护病房柯文哲，他从小学霸，到又考不好的时候啊，比方大学是第二次才考上台大医学系，但他书是念得好的啊，肆无忌惮发言，因为他就觉得我讲真话，你说我肆无忌惮，我觉得我讲真话，为什么你要加肆无忌惮这四个字啊？啊，大刀阔斧的风格，但是一般人受不了嘛，一般人说你这个人怎么都没有转弯啊，都不掩盖一下，怎么这么直啊？有话就直说啊。啊，我这个动手术没到，你就说啊，你动手术失败，啊，你可以缓和一下嘛，你不要说我动手术失败，你就说啊，这病情很复杂啦，啊，这个你也很尽力啦，啊，但是这个病情太复杂啦，这个所以啊，有些地方无法如人意啊，一般人听下去啊，根本就更有啊，你手术失败，哇，一般人受不了，这是他最鲜明的特色，所以一般人就是在台大医院很多认为他不好相处。可是他认为说，我就讲真话，为什么不能讲真话？讲真话，你为什么说我肆无忌惮？在2013年《时代周刊》的报道中，柯文哲表示，我儿子有雅思伯格症。后来医生告诉我，从我的说话方式及一些行径判定为有雅思伯格症，但是不是正式的检查了。啊，他的柯文哲的个性比较固执啊，不善察言观色。固执的话他可能承认了啊，不擅长观察他可能不承认，他说我有观察，我怎么没讲出来，我没讲出来你为什么说不善。但是依我了解，柯文哲当智商很高啊，但他有改进啊，我的看法他有改进啊，包括以前只对医学他的专长，而当台北市长当然对很多了解，后来竞选总统啊，对政治啊，经济，国防啊，交通也都有了解啊，所以他也算自我突破。我的观察是这样啊，曾经啊，去年他对英国交通部长啊送到怀表，他说破铜烂铁，引起轩然大波。当然他事后觉得不妥啊，但是他也改不了，就是我就觉得破铜烂铁嘛。当然这个纪念也不是说很贵，可是他就没有办法像一般说哦，这个表很有纪念性的价值啊，谢谢啊，这个
英国啊，就象征英国跟台湾的友谊啊、交情啊，他就不会这样讲，他就直接这不值几个钱嘛，他也不是说真的送破铜烂铁锅不高兴，他也不是，但他还收下了，他也知道纪念品，但是就是心直口快很直，他觉得要是送比较值钱一点还好嘛，还是那送个这么不值钱破铜烂铁，他就是很直白啊，当然。说错话啊，引起很大的负面的批评，这是他自己要承担的。比尔盖茨呢啊，有钱人嘛啊，就被怀疑有亚斯伯格症啊。时代杂志啊，曾经访问他说，提到他有些特质很像亚斯伯格症，就是听到反对的意见突然震怒，那不太接受意见啊，都在椅子上有时候来回晃动身体啊，因为他觉得这样舒服嘛，避免视线接触啊，他觉得我。就是他喜欢你的时候，他你就要避免视线接触，再做不到。他喜欢你盯着你看，但他讨厌你，一般人会装一下嘛，假装一下。但是亚斯伯格人不假装，我就不喜欢你，我干嘛看你？或者你的脸长得比较丑，或者一大眼睛一大一小，我看了不舒服，我就不看你嘛。不喜欢社交活动，我觉得好累啊！大家都讲假话，讲虚伪的话，我讲真话，那我很累啊，等等。他韩国总统。台湾叫朴槿惠的，大陆叫朴槿惠，应该是念朴槿惠啊。握手的时候啊，一只手插在口袋里，也被拿来大做文章，觉得不礼貌啊。但他觉得我没有不礼貌，我只习惯就一只手插在口袋里，我插在口袋里就不礼貌，就他的观念跟一般人不一样啊。但并没有证据显示啊，比尔盖茨就是亚斯伯格症患者。马克·祖伯格也是有钱嘛，年轻嘛啊！根据《经济学人》的杂志撰文啊，脸书创始人啊，马克·祖伯格、祖克伯啊，这些都是高智商的嘛，也是有钱人嘛，也被视啊，真有点亚斯伯格的特质啊。所以他们前面有个主管提到，马克·祖伯格啊，在听别人说话的时候，不太会给予回应嘛，当这负面嘛，就意思说我不太同意嘛，啊，这样也算不错了。啊，就是我就不讲话嘛，啊，但是，比较严重，你我直接说你在胡说八道什么东西啊？在一部电影当中啊，他也被刻画成一个直段啊，当然也是有话直说啊，不善言笑的大学生，因此不常认为他这个有亚斯伯格症啊，但是也没有证据显示啊，你看，除非他自己说啊，我去看精神科医生啊，有诊断证明确实是啊。那朱德庸嘛，现在比较不活跃，以前非常红嘛，台湾著名漫画家朱德庸啊，他就自称啊。是患者，他代表作包括双响炮、圣女郎啊，出的很多了啊，画的真的很好。他童年的时候啊，生活啊，因为常听不到老师的指令啊，和同学无法相处，也不快乐啊。小时候他很喜欢画画啊，所以他有兴趣嘛啊，所以他很多都有才能嘛，因为他有兴趣，花的时间很多，有专注度的，就第一个花时间，第二个专注度啊，这就会有成就啊。他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啊，绘画漫画是因为小时候受到歧视，让我看清世界的假象。所以亚斯伯格症很多人的世界就是假象，大家都不讲真话。他在53岁的时候被诊断亚斯伯格啊，所以他对于过去自己开始释怀啊，也原谅自己童年时候跟其他孩子不同。他说，如果有时光机可以回到过去，我只想抱一抱童年自己啊，给自己一点鼓励。苏珊大婶啊，长得不好看嘛，都是在英国选秀节目嘛。就英国版的啊，《中国好声音》嘛，啊，《Britain's Got Talent》啊，就是一个《I Dream》啊，走红了啊，就很红了啊，全球畅销量超过900万张啊。他在受访的时候，他说小时候因为和同学不同，遭受校园霸凌，小孩子都这样子，你跟我不一样，我就欺负你嘛，就讥笑你嘛，这到底哪个正常？啊，那。你要尊重人，人家跟你不一样，他也没对你怎么样。跟小孩就不懂，你跟我不一样就笑你，啊，有的也都打你。当时医生的诊断啊，为出生时缺氧造成的脑损伤，啊，当然亚斯伯格症不一定是脑损伤啊，这应该两回事啊。他喜欢感觉，其实他长相就有一点啊，智商不是很高的那种感觉啊。他时常感觉自己被人观看和评论着啊。反而在台上演出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不一样，因为他有兴趣啊。对亚斯伯格症，他做了有兴趣的时候，怎么样都无所谓，他很高兴啊。做没兴趣的，累得要命，感到非常自在。他表示啊，被诊断出这个疾病啊，并不会改变他生活啊。
我想人们啊更了解我和我行事作风，这就比较正面。那米开朗基罗说古人啊，那怎么知道他是意大利啊文艺复兴时期啊杰出雕刻家啊艺术家跟建筑师啊。那有一些医学的专家研究啊，他们进行文献回顾，因为古人嘛也没有这个影片啊，也没录音留下来在分析啊，啊跟现在亚斯伯格症患者啊跟标准诊断啊进行比较啊，提到米开朗基罗工作的流程单调啊，兴趣极少啊，社交和沟通障碍都和啊亚斯伯格症差不多，可是他有兴趣啊，这个雕刻艺术啊建筑就非常杰出啊。爱因斯坦也是嘛，就是但是他兴趣很窄嘛，兴趣很窄的好处是说他不浪费时间在别的五官的身上。所以剑桥大学一个啊医学专家认为啊，爱因斯坦小时候不喜欢跟人相处，在七岁前他执着和重复某些句子啊，因为他觉得好嘛，他就重复。分析后认为他有亚斯伯格症啊，当然这样诊断有人不认同啊。这个有不一样，因为这个当时也没有去检查啊。但是有一个啊，就是说爱因斯坦很幽默，这在亚斯伯格症患者并不常见啊。其他还有莫扎特啊、安徒生啊、康德德国哲学家康德啊、牛顿啊、英国这万有引力发现者啊，这些都是医学界啊根据文献的人有。最后来提一下。亚斯伯格症患者的长相跟一般人并没有明显的差异。有一派学者认为亚斯伯格症就是一个思考和行为模式跟大多数不一样的人格特质啊，这样看起来没什么了不起，每个人都长得不一样，只是他过度执着了啊，也不太会修正自己，他也觉得不需要修正，而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可能亚斯伯格我们一般叫亚斯人啊，就亚斯伯格症的有特质或患者。或多或少，这话是对的。每一个只要你稍微执着嘛，你说你为什么都吃肉啊，不太吃鸡肉，你有亚斯伯格症啊？啊，你怎么上班你都喜欢做捷运，你不想开，你亚斯伯格症啊？当然都是开玩笑的话，就说你只要就是很执着什么事情啊，不太肯妥协啊，也不太听别的啊，就是我们就讲，就或多或少都有这种特质，但是都正常嘛，因为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当然就是说造成了很严重的人际沟通困难或者太不正常的那就比较严重，会表现在人际交流沟通困难啊，也会因为对某特定事物超乎常的兴趣而在某个领域当成为佼佼者。至于医学界 啊治疗亚斯伯格症的办法啊，没办法，因为现在你说啊你是这个是肺炎啊肠炎啊心脏不好啊，动作手术啊，吃吃药开开刀啊，除非癌症三期啊，以后啊就没办法，四期就煮馒头了，三期也没得治啊，时间拖久一点啊，但是基本上五脏六腑都可以治啊，如果皮外伤那些更是小 case 啊。但精神怪人是没办法，因为人像医学啊，对身体大概都了解啊，五脏六腑、身体啊、皮肤啊、骨头啊这些神经啊都了解啊。神经比较不了解，那对于脑啊，脑就是还是个处女带啊，大脑、小脑、这个眼脑啊，有啊皮质啊、灰质啊什么不了解啊，甚至记忆、理解啊、言语到底是哪一部分怎么运作都不了解啊，所以就没药医啊，目前没有可行的治疗方法，因为根本不了解脑的结构嘛。比如缓解核心症状就是只能服药嘛，所以我以前认识的人啊，就是精神，我们讲精神病好了，就应该精神怪人症。比如有的啊，喜欢乱骂人啊，脾气很暴躁啊，喜欢打人啊，啊或者对人有威胁啊，或者怎么样的啊，结果后来退学啦，或者休学啊，去精神去看精神科医生，或者住了一段时间。就过半年一年回来了，正常了，也不骂人了，也不打人了，也不胡闹了，整个变傻子呆呆的，没有攻击性。为什么？吃这些药嘛，药就让你不发作嘛，让你缓和嘛，可是缓和的副作用就人呆呆的嘛。那行为治疗是比较有方法，行为比较有效。所以像这种关联症，像柯文哲我觉得他有在进化，就是说他慢慢大了啊，年纪有了啊，然后开始慢慢了解很多事情，
等于说我的看法是对付强迫症啊，就用强迫症对付啊，什么意思啊？我就强迫症，我就喜欢走这条路啊，我讲话就这样子啊，我就是有些一定要怎么做，强迫症嘛。那你可是外人他不能接受嘛，那怎么对抗强迫症？强迫改变嘛，强迫强迫嘛，把你的强迫性的行为用强迫性的方式再把它变过来啊，这当然比较难啊。但是所以第一个你要自我认知，承认自己的确这个问题，也承认自己跟一般社会大众标准、行为标准、想法不一样。然后第三个觉得改一下比较好，因为到底是社会的一份子。你要先要认知cognition 看，就是先要认知认知以后呢，要改也很难但是改的话，就你先认知，觉得要改，你才有可能改嘛。你都觉得没错，就改不了。你觉得改就是，等一下抵抗那种强迫症就是说你知道。我就习惯这样做，我就习惯讲哪些话，但是我就要逼着自己不要去这样做当然一开始很痛苦比如说你有十个症状十个习惯，你不可能一下都改，不可能你先改一个如果有一个已经稍微改善一点，有突破了，你就有信心了再去针对第二、第三个这个行为治疗比较有效果就是要先认知了然后再。但是主要是靠自己医生帮助不大医生可以辅助了，但是那个决心要靠自己，就像那个戒毒嘛，戒毒要靠自己嘛。当然现在把你隔离起来，当然很痛苦，就是一定要经过痛苦了再用某些药物可以舒缓他的情绪障碍这些东西那有亚斯伯格症特质的，常常对数字细节跟事实特别有兴趣对东西的排列摆放过度在意他就是强迫症嘛，他不这样子摆他很难过，但是可以改变很难但是可以改变，就先说服自己没关系嘛，摆第二个也可以嘛，可是我就摆我就习惯摆第一个，摆第二个就不高兴不舒服，但是就告诉自己我就习惯换一个地方，其实没有关系，心里不舒服就跟他硬抗比如说举个例子你在家里的时候你地方不对，那你要马上把它改过来那你就去改。可是呢有时候你故意的，我就是摆错地方那就浑身不对，我就出去了。我到捷运坐了几十公里外面，我一下子要吃饭也一下子回不来，就改不了。心里还是不舒服，可是你不可能回来去动那个东西。可是然后你就也是很痛苦，可是你就回不来那然后慢慢。痛苦感就会稍微降低，结果后来一次两次又觉得其实也可以嘛其实也撑得过去用这种方式做我自己的研究心得也无法忍受固定的排列或打乱对光线、噪音、温度的环境因素敏感度也可能比常人更高，当然也有可能更低这每一个人长每个人不一样所以这个每一个人的症候就不一样。也因此根据统计亚斯伯格症出很多不同的专家，爱因斯坦比尔盖茨莫扎特安徒生康德这些牛顿等这些东西然后俄亥俄州美国的研究八个在数学、艺术、音乐、杰出表现神童者，都发现他们有超凡的记忆力高智能和自闭症倾向。那一个心理学家表示这些孩子拥有自闭症或亚斯伯格症患者的专注特质却没有严重的自闭缺陷证明天才可能拥有些微的自闭症，就是专心嘛你说我们念书的时候，小学、国中、大学总是有些同学历史特别好记得住数学特别好这个解方程式他特别会解物理化学特别好，生物特别好，因为他专心嘛看你也可以说他天分但他天分也不会差那么多了，他专心嘛，所以专心就两个，第一个他花比你多的时间嘛，他在家看你也不知道，他就花很多时间，第二个因为他专心嘛你做一件事情同样做一小时，你专心的做跟不专心的做又不一样，他就专心嘛，就他就容易数学好理化好历史好，因为他花的时间多，他有兴趣他也专心嘛，可是相对的其他没兴趣的可能百事百事一样爱迪生也是这样子，这一点可以使他们拥有非凡的才能。
因为我自己对于亚斯伯格症还有精神官能症还有自闭症啊或强迫症，因为我认识了一些有这个状况，当然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啊，所以这一集就认识啊，简单的认识亚斯伯格症啊，这一集就到这里。